神秘骑士来到 One FM。那这是大家需要的好歌，里面只有好歌，没有广告。你知道该怎么做吗？他们也有。因为五十不羁抓，记下了每小时播放五十分钟好歌的使命。I'll be back。因为顾客去到一间汽车维修店，要求个店主喺张收据度写多几样嘢俾佢翻公司提多啲钱，之后再分一份俾店主。但个店主好嬲，拒绝咗咁嘅要求，坚持点都唔会做咁嘅事，仲叫佢即刻离开。呢、这个时候，顾客好敬佩咁握住店主嘅手，话道：我就系国际运输公司嘅老板，我一直揾紧一个固定信得过嘅维修店，揾你做你揾边个？还有咧。